好了，就这三招，大家。然后这次我们公开的是在日本行程中帕利德的照片，这九张里面，然后你随机打乱，咱们公开其中的三张。好，来吧，然后过一下。第一张就这个，旁边是个咖啡厅，然后下边有个弗兰奇。你会玩滑板吗？不会。那天有玩吗？没有啊，那天是为了工作。再一张，那就。这张，这边奈良的一个山头上，全是大草坪，然后在上面休闲娱乐，跟风筝赛跑，跟太阳一起下山，感觉就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。虽然拍的是黑白的，看不出太阳。其实那天天气特别好，是一个大晴天，还有一只特别可爱的秋田犬，那叫什么？反正就挺可爱的嘛，那天特别漂亮，我特别喜欢那两张。下一张，最后一张了是吧？希望车上路费，这个可以吗？一般是屁股拍的，就这些秋天，这只秋天犬很可爱。就特别蠢感觉，一直吐着个舌头，一直跑在草原上跑，挺好玩。好了，最后一张，这个为什么是白色的？不是白色吧？那么换一个，那你就再多换一张，额外吃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张，这张也不是白色。那我再放五张。没有那么多海鲜。休怪我无情，因为它没有海鲜，全是那种炫菜吃。好了，就这三张了。